大家刚才听到说的是在万，大家可以去马路去我们，听不清楚哈。那整个的今天呢，有8到车，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乘坐的这部车，今天呢是跟着我们一整天的行程啊。那整个的哈，现在我们进入到风景区，一直到下午的这个我们离开这个风景区，我们都是搭乘这部车，都是搭乘这部车到所在所看到的第一个村寨。这个村寨的名字呢叫荷叶寨，荷花的荷，叶子的叶啊，因为从高处看下来。 这边的老百姓的屋子啊，很漂亮啊，那标两个瓦洞的，是不是啊？那这个最主要呢，是因为啊，这个有了这个旅游观光业的发展啊，所以说的话呢，当地老百姓呢啊，一方说东，一方的啊，靠这个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啊，所以说的话呢。